Yes. Here, Mr. Malcolm, the Chinese consulate for you to sign. Thank you. Thank you. Yes? Hold on. So we've got a busy schedule ahead of us. Molly. Morning. There's the honey case. We're presenting our closing statements tomorrow. And also at Tom's office, there's a divorce case. Bad news, they have new evidence. Yeah, it's unfortunate. Yeah. But finally, there's also the Las Vegas fraudulent property investment. James. I have an important client. Why don't you leave the papers and you go to me later, okay? Yeah, sure. Thanks. 每次一回到公司呢，就有忙不完的事儿。没关系的。关于你这个转换身份的问题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：我们可以先找一家中国人开的语言学校，让你去上学上一年。最主要的是，我们要取得学生身份。一年之后呢，我还有其他办法。学生身份？对啊，你既然到美国来了，那就把语言学好嘛。 你可戳到我的痛处了。来到洛杉矶，我好像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文盲。我可以理解。听说你在国内是做主持人的，主持人就是靠嘴吃饭的，整天说话突然说不出话了，确实挺难受的，对吧？哎，你对学英文不排斥吧？啊，那倒也不是。 主要以前在国内都是靠死记硬背来应付考试，一来到美国，耳朵、嘴巴和思维忽然就跟不上了。其实，洛杉矶是一个比较好的学英文的环境。当然了，中国人也多，所以你说中文也行。但是如果你想登上国际舞台的话，英文能力是必备的条件。怎么样？想挑战一下吗？ 其实，美国对我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。暂时留下来也是迫不得已。现在是时候回去了。这样啊，如果从你是不是要决定留下来这个角度来讲呢，我觉得我没有资格给你什么意见，我也找不到什么立场把你留下来。 但是从生活的角度来讲呢，你看啊，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丰富、多彩、多姿，谁都不希望住在同一个地方，每天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。洛杉矶其实挺好的，它的好不是从表面上就能看到的，你必须要住上一段时间才能体会。怎么样？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次游学，就一年。你可以到处走走，认识一些新的朋友，看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嗯，这个转换学生身份需要多少费用？$3000。那律师费呢？包括律师费，一共$3000。啊。 这样的话，我还是可以负担的。嗯，那就听你的，先留下来。留下来，就这么定了。谢谢你，小律师。啊，这是我们语言学校的学生，来自世界各地。我们语言学校的学习呢，分为 A、B、C、D 4个等级。 您可以根据您的英文程度呢，选择不同的班，选择你喜欢的老师。上课的时间呢也是相当的灵活，不同的时间段呢都会有适合您的课程。您看一下，这是本年度的课程时间表。啊，请问在哪里可以买到教材呢？哦，待会儿呢您下去拿您的学生证就可以借阅到了。哦，好的，来这边请，这是我们教室。 哦，对了，这本加州驾驶手册是我特意借来给你的。你现在有学校了，下一步就是要考驾照。在加州呢，你没有车，哪儿都去不了，基本上车就等于我们的腿。我准备好了，第一学英文，第二考驾照。在洛杉矶，我要脱胎换骨。
重新开始学说话，学走路。嗯，恭喜你，谢同学，你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地待在这儿了。恭喜你有一个全新的开始。谢谢你，肖律师，你那么忙，一直陪着我，我真的很感动。你就是我的客户，我有责任把你所有的手续都办好。二麦跟我说，你每小时收费$400呢，你一直陪着我，我该怎么付你钱啊？不用。那怎么行啊？不用，真的，不用客气。你看啊，你到洛杉矶来第一个遇到的人就是我，我当然有责任要把洛杉矶的友好展示给你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恭喜大家，祝贺平安了啊！我就这个，我就这个。来来来，祝贺谢桥啊，获得合法身份。祝贺端木找到了新的工作，祝贺田二麦荣升驾驶教练。我这驾驶教练就是自封的。谢桥，你要想学车，你就找我，我的车，我的人，你随便用。二麦，哎，端木，对你们二位，我真的心里没法用一个谢字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。别，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遇到了你们，真的是我的幸运。你们对我的好，我永远记在心里。如果有一天你们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，请一定毫不犹豫地来找我，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。好了好了，说得这么严重，你能留下来就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情。要不然谁来跟我分担房租呢？某些人的蔫儿玫瑰送谁去呀？来。对了，快说说你是怎么搞定餐馆老板的？太简单了，其实我只是照你说的，挨家挨户的登门拜访。这家粤菜馆呢，是一个香港老板。我见到他以后，我就是非常非常真诚的把我所有的情况跟他说了一遍。我估计啊，他的饭馆可能正好缺人。他二话没说，直接跟我说你明天来上班，就这么爽快哦。等我拿到第一月的工资，我一定请你们大吃大喝哦。来。谢桥，我给你找到了三套题，你记性好，你把这三套都给背下来啊，这笔试就都怕了。嗯，哎，对。这个交通法规是有中文试卷的，但是交通标识全都是英文的。嗯，你一定要小心，千万别死在这上面。嗯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。等我拿到了驾照，我就开车带你们出去玩。哇，好棒哦！